因為 ET 個股推介係中海油883，經濟日報投資熱話組揀選原因係國際油價近月持續上漲，利好上游油氣開發企業盈利。三桶油之中，中海油主要從事油氣勘探、開發同埋生產，業務較集中係產業鏈上游，對油價敏感度比較高。米爾舊年業績計啦，油氣銷售收入佔整體84%，而且對比中石油、中石化、中海油具成本優勢。中海油近年強化成本控制，桶油成本由2013年嘅高位大约每桶$45油当量，降至旧年嘅$30.39。桶油操作成本每桶$7.74。對比同行，中石油去年單位油氣操作成本是每桶$12.42，中石化成本大约每桶$15。中海油保持相对高嘅成本优势。走勢上，中海油去年以嚟反覆向上，昨日收12.6，升2.6%，策略上可以等候近日低位大約12.1吸納，目標先睇前高位12.86，中線可以以大行給予佢12個月目標價14.7作參考，向下調整6%，即係跌穿11.4就減持嘅。